希望，结果一个小妹，煞知影为丈夫离开家庭，洪爷付出一两个王法，一不应该，就是安天雷，在接天宝，来抓走就是洪爷府，百姓叫苦连天，阿爹为人不平。辛苦受伤，但是把一卡包，连老母紧紧的逼来害死了。大哥，你没骗我，没骗你，想不到那好高，连老母竟然死得这么可怜。原来你跟你想是那重大的玩笑，为什么老爸，你经过二十年怎么这么糟糕？好，阿爸。你要我下去练功夫，我嘛爱叫练专心的功夫。你小查甫叫我买一个重大生意人，既然后天雷足天吧，害死我老母的性命，又搁加上洪爷府，遐尔济人死在伊的手头，呀，做家己大汉，我来去报冤仇哦，别来报冤仇，这阵你的功夫，也当给我信任。这希望，咱好家万寿，为你老母报仇，你敢会记起？老爸，你放心，上一位头，我相信你先知影，而且我嘛是老家商。好啦，咱知影着我什么的身份，了，你话我无想着，你直接讲，这个孙林波，安天雷出天嘛，天色红妖雾了后，就已经消失无影无踪。叫我老弟，你敢无听伊咧讲？伫这个本地个所在，有一个玉门山庄，内底住两个人，一个叫做洪金山，一个叫做祝顺天。我感觉我真欢迎，都无怎样。我偷偷来去调查清楚，阿叔讲，伊若真正做过冤仇人，我一定替老母报冤仇啊！有这款个代志，好，今日好心。好心将会是安稳，但是你阿爸也安在这庙寺，舒舒安安。你是年轻，社会经验无丰富，你得注意保重你自己的身体。